这个是可能让这个球迷啊，或者是看球的比较着急的一点。奥斯卡的机会漂亮，乌伟这个位置已经跟不上，跟不上了，再谈这个位置。对，39分钟，奥斯卡打进了上海海港的第二粒进球，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-0，这个太刁了，这没办法。奥斯卡，由于这个倒三角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啊，给了点球。哦，很拼很抢，缺席了。在这个位置他当然停这下球处理得很好，也不想把球交给这个球权交给这个海港。这时候鸣笛准备可以罚了。大门，虽然张冲判断对了方向，但是奥斯卡的点球啊，角度速度俱佳，所以他在进球之后呢做出了一个清，希望能有不断的这种提升的过程。好了，主裁判行旗的三声哨响之后呢，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。经过了90分钟的比赛，上海海港队以3-0的比分击败了大连人。